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在礼拜二的一个时间点，加权指数虽然一个短波震荡，但是在这个几档全指股表态的状况之下，再创整个波段新高后，现货在这个十点钟这个位阶是已经上涨了50点，已经来到8677点。台指期货从最低点的8430点到今天早上高点8520，几乎今天又狂嘎空百点，今天一口气又狂嘎空百点哈。今天的低点到高点又狂嘎空，如果你去进行一个追空的动作，好，一口台指期货又差了2万元的一个价差哈。首先，关于这整体的一个盘势格局哈，那我认为在日线图的一个格局上面，加权指数在现货部分，今天只要能够守稳这个整理平台以上，会正式出现一个短波低档区。好，50中指转强，代表中继整理结束，而且它能够在50做一个强势动画之后，还在50做一个中指的一个转强，代表这个盘势格局绝对是一个超级强势的多方趋势盘。好，所以再加上在一个交易日到昨天为止6月20号的一个位置点了，好，加权指数已经在日线图从这个我们从82906月16号的一个翻多，好，我跟大家预告，好，会有一个下降三法的急杀 A B C 的这个吸波，好，但是这里是一个片线诱空之后8290翻多。投资朋友，短短两个交易的时间，好，我们从8290的多单到昨天为止都还是续报哈。好，到昨天为止已经累积了149点的价差，而今天台指期货的高点，好，投资朋友已经来到了好8519，好，这已经拉开200点以上的一个价差了哈。短短就这三个交易的时间，好，在六月份的单月份合约，我们已经赚了630点，这是12万元的获利机会。如果再加上今天200点，好，投资朋友，我所有的分析跟转折全部事先跟大家公开预告，啊，再一差100多点，我跟大家答应的，狂嘎空1000点，一个月多的时间，就顺利，我承诺你的，我公开送给你的伴手礼的，我每天在盘势格局当中公开送给大家一个波段的解盘，我不晓得大家一口台指期货有没有赚到将近20万元的一个价差了哈。好，有没有赚到20万元以上的价差了哈？从8290的多单到今天为止，已经拉到高，刚看到的是8520哈。好，这已经是230点哈。好，所以其实昨天你已经看到了美元、日元的一个急贬一个动作。好，所以这盘势格局大概脱欧的风险急需一个脱离的状况之下，未来8634，我们告诉大家哈，低档区所有8万口的未平仓，现在就看谁掌握价格优势嘛。好，所以昨天虽然我在盘中解盘的时间点告诉大家说，因为有个三高的一个变盘转折，好，昨天其实是不好买，好，昨天是其实是不好买，可是今天如果是以带嘎空的形式直接过了这个盘势格局，投资朋友，假设接下来还有一个让你去切入行情的机会，假设接下来还有一个让你去回撤的机会，比如说回撤这个颈线，好，那你愿不愿意买？你愿不愿意跟着李老师预约这个箱型白点？好，你已经看到另外一波赚白点的机会，你已经看到号顶，来，这是今天的一个号顶哈，投资朋友已经来到556元了哈，啊，等于是说几乎0.618这个缺口再过去，反弹过了0.618，就确认这里不是反弹，确认第三波的一个主升段嘛。好，再涨10块钱，投资朋友从这个480。从这个跌停板6月7号的那一天跌停后，当天跌停是481.5买进，然后在这个倒数一个交易日，好，上个礼拜的一个时间加码，好，礼拜一就喷出涨停。啊，你有没有跟刘老师预约到我送给大家的这根涨停板？好，好，你已经错过了号顶急拉10张的赚70万元的机会，投资朋友，真的生技股的这个转折点，你现在一定手上要有一档生技股。股票跳出来了没？好，如果今天刘老师有一份要跟观众朋友你去分享一份伴手礼，你愿不愿意好好去掌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行情今天大盘才要确认，第一个3天不破底了，第二个低档区的高空条件又完成了，第三次这一次的轧空动能比520还要强，而且看起来是全球一口气要向上喷出。好，投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英镑的走势哈。英镑是用喷的哈，
你很少看到英镑这样的一个货币是这样子连续的两根让集团中长红直接站上哈。好，全世界最聪明的钱就是在汇率的钱。如果英镑的走势已经很明显的直接告诉你说未来盘势格局怎么样走，好，你错过了决定低档区去买到这个盘势格局的转折低点。好，那投资朋友，好，今天一定要去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刚好接下来两个交易日就是选择权，好，不论是周选择权，好，或者是说开始去切入波段式的布局，因为形态有了，接下来就有急涨的一个走势。那连选择权，好，投资朋友也要跟着刘老师去预约接下来翻倍的机会了哈、哦。听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哈，好，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形态转折有一个确认动作，倒数计时大概就在今天可以去做一个确认哈、哦。那因此说，我投资朋友，现在要把握这个机会喽。好，务必能够在第一个时间跟上我们脚步哈。董事长，这是6月16号的一个位置点。好，我说这个盘势格局哈，真的要注意哈，真的会嘎到外太空哈。如果过了0.618，如果过了8754，好，那至少今天三天这个转折，不要等到说脱欧确认已经留欧成立，隔天可能是一个狂喷直接带跳空的盘势格局哦。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所以如果你现在手上已经有，赶快在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翻多，你都还赚得回来。怎么样翻多？好，来，这个是6月16号的时间点，跟大家预告的一个，我当天是办演讲会哈，然后就告诉大家是说公开送红包哈，这又是骗先又空，随时补量回来，千点行情嘎空喷出一波到顶的走势哈。来，这是6月16号，投资人五浪加 KD 背离，好，86580空，不是隔天就急赚200点，像他急杀，一天赚200点。那反之嘞，五浪加 KD 背离的第一档获利方程式来的，你要不要赚这个千点行情，像他嘎空？好，来，这是我们刚讲的，好，8300点市价，你绝对可以买到8290啊。在我盘位置点，从来没有在8300点以上的一个价位哈。哦，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无法放量的片线下降三法。好，6月7号盘后稿规划，它额外洗这个240点逆价差，为的是什么？等脱欧结束之后，再走嘎空喷出主升段千点行情一波到底。好，这是6月16号的一个位置点。我在6月13号的那根急杀，我就告诉大家，投资朋友，这里绝对有行情啊，行情很大，因为单单是周线就是四重转折，日线图上面也是四重转折，发重转折，你要不要发？三天的时间又狂嘎空200点，投资朋友每天都有赚钱的机会，只是那个转折点就在这两天，这三天的时间点，大家都说没行情啊，大家都说等脱欧之后啊。不对，我们没有等到脱欧之后，你有手上我们的获利方程式的买点就做多，获利方程式背离的空点就做空。好，上个礼拜300点到今天为止，如果那个翻多位置点上来又是200点的价差了哦。好，那这个的短波的下探，我在6月15号的当天演讲会全部都事先跟大家预告了哈、哦。但是昨天还是提醒大家可能随时要补空翻多的哈、哦。好，第一个，今天已经三天不破底，更何况这个底部区这个形态已经站稳了，这个额外的洗盘又已经完成了哈。来，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我们虽然做一个当中空，只是因为这边嘎空变成一个实质增加差。好，但是今天那个期现货之间的一个动作，好像又有一点比较平缓的一个态势哈。好，所以整体的盘势格局哈，如果你可以在8290的多单把第二笔多单。8410先短波获利了结一趟。好，我现在至少要买到第二、第三笔的。那现在买点这个第一、第二笔，你没有获利方程式，其实也是这个不好去做，因为它没有一个五浪攻击之后的短波震荡回撤，你不能够确认是回升波，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个回升的动作才是确认。所以现在基本多单已经有了，这已经远远脱离了，我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第二笔多单买回来，好不好？那跟上我们这个脚步，这个位置点也是手上要空单的投资朋友，你最后补空一个动作了哈。
好，如果你已经错过了前面这300点急嘎空喷出的行情后，那随时我说倒数计时这个位置点呢，我务必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哈，投资朋友。好，李老师用尽心力帮大家掌握每一波行情转折的机会，而且这一波行情真的很大哈，它是一个三角形收敛形态的一个回撤背线完成。好，比六月期这急嘎空喷出700点，好，从7999到8754的未平仓刚转仓的位置点，比7万多口还要大。好，这个方向出来的。当它一个转仓密集一个转仓的成本区，让某一方的一个合约比较突破性的去衍生，后面绝对还有一大段行情哈。这是6月8号我们在打空的时候告诉大家的哈。好，就是预，就是等那个可以买到8200的一个机会啦哈。好，所以这个最后的一个转折的机会，投资朋友务必要跟上我们脚步了哈。包含今天控盘股。2330的台积电最高也是重新又逼近165，在1块钱就又重新去否认这里是一个好、哦、这个空头的一个波段哈、哦。那所以后续接下来这个盘势格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好、哦，你已经看到一波100点行情的机会了哈。好、哦，你已经看到昊鼎又是拉开，又是28的一个空间了哈。哦，你已经看到轧空条件完成的状况之下，翻倍的机会又来了哈。所以投资朋友，在我这一段期间，我2个月的时间就跟大家预告哈，从台积电，从昊鼎，好，从大立光，我告诉大家，加权指数是一个回升波段，好，长线目标绝对是要过10393的。那我认为不要等到这盘势格局涨上9000点，涨到10393，至少有一个中期趋势的转折点，叫8840。如果确认，你再怎么样看空。千万要告诉自己，后面也要等到它大喷出一段之后，你才有做空的条件。更何况，我说这个是一个大主升段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行情。好，所以，在8840以站上之后，我们的交易逻辑，你股票买真正主升段股票，你买不到这个低档区的底部的一个形态，你成本至少差50%以上。好，接下来主升段的股票，像摆明了昊鼎已经喷出50%了，你现在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啊、大盘也一样，你已经错过了前面630点、200点、830点行情的投资朋友。好，这个后面行情的未能还比6月份的合约还要大。好，这里的转折一成功，绝对还是一大段行情。但是关键的倒数计时就在这2个交易日。好，所以我还是告诉大家，我已经跟他预告2个月，如果加权指数未来如同预告是一个回升波段，好，站稳8840。3个交易日，我们的会费会一个向上调整升的动作哈。好，那给大家的这一段时间回馈真的已经够多了。我每一个公开的涨停，这1700点，这630点，这830点的转折，全部都是公开跟大家解析的。好，股票送给大家已经够多了。你只要买一档台积电就赚钱啦，你买一档昊鼎就赚钱啦。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那接下来布局的机会。好，最后这一份我希望在8840之前送给大家的伴手礼。好，120%一倍的内容，投资朋友你可以直接洽询我的服务人员，好不好？休息2分钟之后再回来。头痛，请用5分钟；嘴齿痛，请用气痛5分钟。5分钟，好。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578-3777，6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哎，我这次中了很多发票。你怎么知道你中了很多发票？因为我现在用电子发票兑奖，中奖之后，他不但会寄到我信箱通知我，而且现在还增加了无实体电子发票特别奖，让我多了很多中奖机会。我发票都还没整理好，你就兑好奖了。但是电子发票中奖了，怎么就会社福团体啊？现在不用这么麻烦，只要消费时告知店家社福团体爱心码，发票就会自动捐给他们哦，请慢用。好，那我们现场那在盘市格局，我认为非常重要。另外看盘重点是在日本股市一个部分哈，在早盘时间里一个短波的一个震荡，然后一个比较明显像拉抬，最主要是日元好，在即便那个成员声音在说日元有可能要升到100元这种避险情绪的一个老盘之下，早上有一根短波向它震荡，可是可以迅速拉到红盘以上哦。其实在日经指数6月24号收盘已经出现了低档区日 K D 黄金交叉，而且三日组合 K 线哈，一根长黑内一个带上下影线的黑 K， 这叫做拇指线哈。那如果搭配它这个波段的一个转折最低点的位置点，通常我们把它视为多头拇指。其实在昨天已经带这根红 K 向上跳空，已经叫内坤三日翻红了哈。好，那就稍微去注意一下哈，投资朋友，甚至于连日本，这一次最主要是因为脱欧，好，因为脱欧的关系。好，所以造成了日元急升，好，这种避险的一个心态，好，比较明显的一个再去这个日元去做一个追加一个动作，造成日股的一个向下一个压缩的动作，然后连破了第二次、第三次的一个背离。好，你投资朋友，这个行情好像有些有一点点问题哦。好，来，日本 AX 是跟日本联动，好的 ETF。哎，过去五个月在做什么事情？33333的向下楔形呢？好，所以我真的提醒说，我投资朋友就是说这个盘势格局，就告诉大家没有量的盘，不要去放空，不要怪我没有提醒到大家哦。告诉你们，嘎嘎阿布美林的阿雄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这边如果说你看这个连续月的合约来讲哦，好，如果以台指期货连续月合约来讲，这个形态当然是很丑，感觉是压力，对不对？你不要忘了七月有除权息影响的因素哎。好，那我们只看，好，单如果七月份合约的话，单月份的线图有压力吗？您自己判断好不好？哦，这是8万口哈。好，您的风险是，你确认留欧之后，有可能全球股市利空盘足，先狂喷狂刚一段哈。好，那所以接下来盘势格局好好的跳。你如果真的担心，我说你股票真的不需要多啊。从头到尾，台积电这档股票，刘老师讲了3年了哈。我这是中期的这13个月的大底型完成之后，尤其近期的3个月又是完成一个横盘整理形态的破底盘，它回撤3个月大颈线的一个位置嘛，居然台积电到昨天为止哈，可以狂嘎高空到最高点，把所有空单结算在多段最高点，这是2500亿元股票，这不是嘎空喷出一波到顶是什么？好，我说大家担心除权息，大家就是因为担心除权息哈。那所以这盘四格局筹码特别异常稳定，
融资比7203点，同样的一个损失，甚至还要更低。好，甚至还要更低。所以，如果你当天出现也有好的期货商品，类似台积电的期货啊，哦，台积电今天已经喷到165元。好，这个都是我在演讲会的时候公开跟大家预告的哈，在520前夕，在5月3号公开送给大家北美半导体 BB ratio 跟费半的一个中期趋势规划，跟你预告了这一波轧空一波到顶的行情哈。董事长，来倒数计时了哈，浩鼎今天如果站稳了0.618，确认一个主升段向喷的动作，至少在这两天的时间，你要优先卡位一档生技股了。好，一定要优先卡位一档生技股。我在6月6号昊鼎开始跌停板的位置点，好，跟你报告昊鼎的最后翻转主升段之前回撤的最后买点。好，这是在481跌停板的时候。好，只有一笔的人，这低档买不够多的人，趁着这次压回买到第二笔。跟大家报告说，公开预约财富哈，6月17号，好，这个是喷出涨停的。我们是在6月16号倒数计时那一天，好，刚好在转折多的那一天，因为从明天开始，礼拜五开始，时间波转成生技股的多方。好，那现在已经确认了，在昨天那个低档区的 K D 值黄金交叉。好，投资朋友，你现在动作要快的好不好？动作要快了哦。哎，第二季我们只压这一档股票。好，我生技精英班原本是只有昊鼎一档股票哦，原本是从头到尾只有昊鼎。如果真的在股票操作，在期货选择权操作，你不需要什么电脑软体或什么，只要非常非常简单的量价关系、开盘八法跟波浪理论的三重，好，这个获利方程式的组合应用，你的胜率就已经拉高8-9成以上，而且全部都是公开预告每一波转折啊。好，个股你根本不需要多。好，如果会操作一档宏达电，你可以操作出700块钱以上的价差，这是7倍。像宏达电，假设是100块钱，你一张宏达电，你现在跟着我们操作是有7张宏达电在操作。好。所以投资朋友，这是最后这个转折的机会哈。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刚讲的是昊鼎哈，今天刚刚广告中在扫这张股票哈，我第一季只压这张股票叫4803 VHQ， 从1月8号的100块钱，1月18号了。第一季我们喷一倍，好，现在好像。一个大波段的三角形收敛形态又要完成了，又站回所有均线以上，基本持股我到现在为止都还爆了。所以投资朋友，你已经错过了 VHQ 了，你已经错过了昊鼎了。好，那这一档个股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这档伴手礼我绝对是跟 VHQ 跟昊鼎一样，同样的技术面选股逻辑。好，选择权的一个倒数计时布局的一个机会。好，期货这个箱型这个位阶，我告诉大家，已经看到100点的箱型，现在结构已经陆陆续续已经完成了嘛，好，只剩下这个谢尔波走势里面最后一次，可能第一波的5浪结束之后，2浪有可能奔走，有可能335一个平台，有可能535让大家买得更漂亮。那问题是那个买点如果到了，你敢不敢买？你说你不敢买8290，这个情有可原的。是情有可原的，又是脱欧，又是中国有可能纳入 NACI， 反正，投资朋友各种政治面这种利空老盘因素，绝对都是你赚钱的机会。问题是你是不是每次都做错？1月18号的千点行情轧空喷出一波到底，520的千点行情轧空喷出一波到底。好，但是现在看起来脱欧要不要轧？好，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盘势格局的整体形态，筹码站在哪个位置？好，如果您愿意跟上获利方程式，吼，这个是在8840。我说，因为未来在我们8840以上买股，第一个困难度会高，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帮大家去筛选股票、筛选基本面，而且股票只能用追的了。好，在8840以下，你等于还是便宜去
布局，陪您去买一些好的股票，还有类似像基亚60块钱，耗点300多块钱的一个这个位阶的股票，有很多股票的位阶类似像台积电，好，这个上个礼拜的一个回撤热颈线位置点，好，那投资朋友，刘老师公开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在中华财经台就是9点半或10点钟的节目，替大家服务已经8年了啦，好，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破例回来这个盘中即时解盘的一个节目，想要回馈所有投资朋友？我想告诉大家，加权指数现在成交量只剩下5-600亿，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你没有获利方程式。好，你今天就可以有获利方程式，而且这一份伴手礼，好，记得来电预约，好，记得来电话预约，预约这一份伴手礼，好吧？详细内容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预约今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头痛请用5分钟，嘴气疼请用气疼5分钟，好，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北都 PayPay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加一年再送数位有线电视3个月，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全家吃大饱，免装机费、设定费、保证金，再送 WiFi 分享器和数位机上盒。0809-096-111，0809-096-111，限时优惠，先抢先赢。PayPayNet，Your Net。